其实 original 是 from Indonesia 哦，就跟钢琴一样的，就是下面是 white， 上面是美的。来，你试看弹一首歌。试试看。你知道吗？最近的研究表明，听音乐以令人惊讶的方式改善了人们的心理健康，并增进了我们的身体健康。如果我们上一堂或两堂音乐课，那么音乐培训可以帮助提高我们的智商，甚至可以使我们保持敏锐。一、音乐让你更快乐。二、音乐增强跑步性能。三、音乐可以减轻压力，改善健康状况。四、音乐可以帮助你改善睡眠。五、音乐减轻抑郁。六、音乐可以帮助你减少饮食。七、音乐在驾驶时提升你的心情。八、音乐加强学习和记忆。九、音乐使手术前后的患者放松。十、音乐减轻痛苦。十一、音乐帮助阿尔茨海默氏病患者记住。十二、音乐可改善中风患者的康复能力。十三、音乐增加言语智力。十四、音乐提高智商和学术表现。十五、音乐让你的大脑在老年时保持健康。音乐的益处实在是太多了，比吃一颗苹果还有效。如果你有时间边吃苹果，可以边听音乐、边看书和在休闲时，音乐的确是最佳陪伴的朋友哦。我就是那么的喜欢音乐，你呢？